汉荣听过吗？这个歌也没听过。王大文的，我真的没听过。难怪你面带笑容，因为看到人家不会，但你说前两题都会，前两题都真的。我一直想听懂他唱什么，想抓里面有没有可能找到歌名，然后结果我听到觉得好好玩哦，好好玩哦，加油，丢高高，拜拜。逮到的是同样是一样是六福村，来，两位请准备了，请出题。这个歌也没听过，王大文的，我真的没听过。难怪你面带笑容，因为看到人家不会，但你说前两题都会，前两题都真的哦。对，很好。哎，我们那个真的太难了啦。我一直想听懂他唱什么，想抓里面有没有可能找到歌名。然后结果我听到觉得好好玩哦。好好玩哦。好的，没有答案对不对？好，正确解答是云霄飞车，而且是我们宝贝四千金的主题曲。有啊，那王大文也好一阵子没有出专辑，刚好有看这个剧才会。对啊，红霞也是飞起来的，留在原地了。好，来，厉害了，可怕了。来，这个要出老歌吧？他们的衣服跟骰子一模一样。什么话？什么话？我很紧张。很少骰子跟衣服是一样的，这些的黏黏的，对对啊，好像哦，哇，这两个骰子人，好，两位请吃骰，好像是啊，好和谐哦，还有好，一模一样，红甲夜市，各位哇，还一样，只有两题有中那个，好险好险，也是还好，看到倒霉题，倒霉题最倒霉，倒霉鬼，真惨，两队请出题。是念歌词的，念歌词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简单，老师会，老师会，简单的。橄榄树。啊，橄榄树啦！来，请谢宇威老师来演唱一下《橄榄树》来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是三毛写的词，本来叫做小毛驴，哦，对，后来杨祖君觉得好怪哦，就把它改成了橄榄树。其实本来是为了西班牙的小毛驴，对，小毛驴。然后西班牙它的橄榄是他们生活当中是最重要的橄榄油，哦，对。然后他们平时没事也会一起开趴，哦，什么 party 呢？橄榄趴。哦，了解了解。为了梦中的橄榄，老师，老师，你不要这样做事。你是金曲歌王。